朋友们，我是 Billy， 我是米恩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必胜客的流氓水晶金披萨，我是榴莲跟芒果啦。天哪，意大利人要崩溃了吧？你说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来给大家看这个榴莲加芒果的披萨。哇，打开一股那种榴莲味，我闻到了。榴莲地外的跟乳酪很搭，哎，它芒果很实，它是整个把味道提升层次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介绍南洋风味的东西，新加坡辣酱唐扬鸡，白色的杏仁角，长这样。它不会长像中那么辣，像泰式的那种感。它很化水，颗粒增加它的口感。来点清凉的东西，教大家在必胜客点得到的饮品，特调。好，吼吼哈，气泡水，还有美丽果做一个柳丝气泡饼。泡水，美丽果，淡淡的柳橙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南洋风味的必胜客产品开箱到这边啦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追踪我们，分享。吃的记，拜拜。